是一个比我拳头还要大的大海螺，一个半斤多。吃海螺怎么吃？趁热顺着它的螺纹往外旋转，哎哎哎哎哎，啊，黄抠断了。啊，海螺哪里不能吃？看看这里啊，这个青色的是海螺的苦胆啊，把它摘掉。这个是海螺的肝脏，把它给摘掉。有的人吃肝脏，他会头晕呢。好了，蘸上调料。嗯。